是个怎样的他？他有个爱他的他，他最爱听陈绮贞，他也眷恋九分的咖啡厅，他紧紧闭上眼睛，世界停止转动。想睡着的猫咪蜷在他怀里，安静的呼吸。沉睡的天使展开双翅，静静的飞向远方，带着吉他哼着哒啦啦和他温柔的情话。他最担心他不再是谁来照顾他，不要牵挂，别放不下，好吗？我拿着吉他为他轻轻唱，在扬起风帆的地方，他不再悲伤，自由的飞翔，起舞着天使的琴弦。总有个人在他身边温柔的呵护他，不要牵挂，听他说悄悄话，好吗？紧紧闭上眼睛，时间也停止转动。想睡着的猫咪蜷在他怀里，安静的呼吸。沉睡的天使张开双翅，静静的飞向远方，带着吉他哼着哒啦啦和他温柔的情话。他最担心他不再是谁来照顾他，不要牵挂，别放不下，好吗？我拿着吉他为他轻轻唱，在扬起风帆的地方，他不再悲伤，自由的飞翔，起舞着天使的琴弦。总有个人在他身边温柔的呵护他，不必害怕，听他说悄悄话，好吗？总有一天我也会像他，不在你身边，说悄悄话，不要牵挂，好吗？好，谢谢。